打开后，大家好，等了好久，2020全大运终于要来喽！哈，你问我在哪里呀、啊？这么简单，当然就在高雄大学喽！气势磅礴的引燃圣火，2020全大运10月31号将在高雄大学登场。18项竞赛，超过10000名选手将前进高雄争取荣耀。包括开闭幕，总共有20个场馆，我们特别把它安排在呢这一个高雄市境内12个这个行政区里面。这一些外县市来超过10000名以上的选手跟这一个观众，大家能够呢在参赛参观之余呢，也能够这一个多走走，在这五天哈就可以完成了全大运。过去大概要1个月，为了要完成这个活动哈，是辛苦不怕苦。今年全大运虽然受到疫情影响，延迟4个多月才复办，但这些时间不止让筹备更完善，选手们也都准备好了。时间拉比较长，就是训练可以练比较多的东西，就是原本要缩短，但是就一下子就可以调整到非常多。其实我们不只有全大运这个比赛，我们还有其他自己项目的比赛，所以在准备上我们就是跟平常一样积极训练。这样桌球的场地是在五甲国小，然后我从小5年级就在那里训练，到国中2年级会比较熟悉的感觉吧。地主好手蓄势待发，而举重女神郭幸淳等国手们的加入也为全大运增加不少话题。记得10月31号开始，1连5天，一起为选手们加油吧。 VITV 新闻采访报道。